城隍庙若无破，阮角头都无破啊！一定爱城隍庙七月初时伊先破，爱破了后，阮就陆陆续续角头就一间一间就开始破。你这家己哦，你是像人讲，家草地拢伊一直都拢是长高，咱遮无，咱遮吼都是用一角头一角头，安尼啦。为七月初一甲七月底。的一个文化，啊，这件代志是咱啊华人世界内底吼，甚至干阿台湾吼、啊，有较有安尼这么长的时间吼，啊，这么特殊，而且咱是普遍共同安尼认同。夜幕中昼，台南安平江阿尾社林济店附近的邻家善信，纷纷捧出葡萄贡品，有大料、泡面、饼等等，甲庙前的三路葡萄道摆甲满满满满。当下让他可以献出的最好，因为拜这种好兄弟吼，就是让他吃得饱啊。本来都是这样，慢，有时候你的。水果、饼干，这个饼干一大堆。一份份的奖品真侪摆好，顶头红纸写有奉献者的大名。较功夫的，搁用塑胶袋啊包起来，惊予大雨压沉去。一寡准备予好兄弟的食食，内容甲数量已经有未少改变。即摆人是较方便啦，以前的人就爱家己煮，吼、哦，听讲。做什么囡仔啦？做什么东西？吹过创啥物货？啊，这种人当下工业社会，大家拢较无闲，哪有可能通去安尼做？你若像阮过去，阮内面一个迄落主席的，遐较早有三路啊，即摆剩两路尔，减一路啊，啊，则较早四五路啊，即摆嘛剩三路尔。安平早前是古都，独立于台南府城之外。发展出家己的轮廓惯例，由城隍庙自旧历七月初四开铺，各角头才接续落铺。江阿尾社林济店照例自七月初九铺到，原先只有六角头轮廓，后来因为行政区域扩大，变成十角头。这项传统将来拢唔不断。城隍庙若无铺，阮角头就无铺啊！一定爱城隍庙。七月初时，伊先铺，爱铺了后，阮就陆陆续续角头，就一间一间就开始铺。轮流铺是因为较早道士无道士啦，啊道士应该是去安排的啦。因为你大家做一工一工，无遐济人通去，无遐济道士通来化事啦。所以就是大家迄阵仔就一个默契，哦是抽头啊的，还是大家讲好，还是道士去排。安平的糕饼甲头城形村无同，无唱歌的风俗，单纯是祭祀功能。这牵涉到江阿尾社徛糕饼的起源，是为了救清朝时的在地古里头单挑，以臭手拍死暗城卡的工人，照当时律法爱保命。为了救单挑，居民想尽办法。落尾单挑受到释放。江阿尾社自此百多年来，拢会伫中原普渡的时，徛高边搭设神温甲老大公的保庇。无五公尺高的高边，四角各吊一只猪公，甲白四支全是应采高青，这摆无幸中心。你食伊食肉，你唔爱菜价，意思就是安尼尔。啊，无做贵嘛，才爱抢应采，应采人食。啊，无伊即摆。大家有诶无人食，啊无嘛够应菜人食。猪公应菜青是高边诶标准破壁，顶头爱搁采几呐十支诶高青，原先拢由居民来拔，毋过因为人口流失甲老化，现时已经改予庙方甲公家单位负责，开放做民俗文化体验。先一人一家一份。哦，来处理啊，过了，看到我较看情形，较再调整，吼、哦。因为这是咱以往安尼啊，这就是家族的文化传承的。大人囡仔分头进行，有人去耕地果，有人去搬大料、施修啊，前往运河边的炕堆啊一拍，
二三十支的竹篙摆几排，等待老师来教高青要安怎摆。绝对唔能下跪啊！下跪哦，这对神明不敬啊！第一个哦，就是对下骹向顶楼直直摆起来哈、哦。有看到这种活动，想说啊，就来参加，让他们知道说，哎，以前也是这样做的、啊。曾经这长辈捌甲我讲，讲伊亲身看到的，看一个足甘心的，安那甘心？伊剥的唔是海产，是剥啥？是土豆。土豆块安尼尔呢？啊，一支高青才长呢。啊，你看免啊，爱用这线，翅膀啊线，安尼剥剥剥剥剥好，爱剥偌久？看伊偌用心。当时安平人土海方便，居民肯心甲海产拍干，也是用大料白碗高青的情形，已经无得看。取代的是文化推广教育，让更多人了解在地历史。晚上七点，道长领带众人车神开香，在北部上顶的坟路两边插香车歌，让好兄弟可以对水路起来享用贡品。林济殿中原普渡是安平轮普上晚结束的，要普到吹杂主时才能收普。不过二十年来，参与的居民有在减少，传统文化愈来愈好维持。咱传统的庙宇虽然维持着这个固定的日期的普渡吼，但是咱安平老几间啊新兴的庙，着新起的庙宇吼，因拢会配合着现代人的生活方式，普渡的方式也会受到影响。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普渡产生改变。不过古早人算是照普渡时间在过生活。中华鹿港流传的普渡歌，上细记录七个时啊普渡轮到多一角时，和居民照时间拜拜，甚至普到八月初三，是普渡时间上长的所在。有啥地方好？按咱来按出来迄个样吼。安行长，安出来吼，干破吼，啊！咱今仔就弄一个七月七号，啊！咱上好五来破。初一放水灯，初二抱黄金，初三米起龟，初四文武庙，初五圣红金。鹿港圣红金照例伫旧历七月初五普渡，请出后殿的地藏王菩萨干破。外口姚庙方统一准备清荤大料普渡品。要照古早咧款的煮炉菜碗，啊，饭下骹就时阵吼，啊，较细汉的，吼，啊，较比较比一个一个迄个迄个迄个，无形形状不变的啥物嘢，在在下底，哦，啊，咱这阵吼，用太阳的时阵吼，就要互咱这花仔食食咧了后吼，到了比如讲啦，是较舒服。即马大家改较现代化，啊，那今仔咱这崇安庙是较高咧。咱照个钱啊，照一菜钱，无即马大家现代啊，有饭包买两三拜拜的啊，大料囡仔饮料要食的拜拜的，就足简单的。啊，那咱即搭吼，就是照咱古早的安内伫咧行。普渡的准备，等现台湾人对鬼魂的想象，亲像拜迎迎，是予好兄弟伫食饱煞，会当用迎迎卡做米拿，手机做冰单，甲奖品砸转去。古拜的钱咯特别多。是因为七月时啊，天气烧热，食物快歹，用钱的会当减少水分，较好保存。拜完要搁通食，不过对现代人来讲，算是旧工恶传，真歹准备。少年人比较不关心哦，因为伊起来了要搁传咧，第一伊也未晓，啊第二，伊嘛唔知要哪传，啊遮侪物件，啊即卖的工业社会，时间就是钱啊。啊！我讲完就了就出来，啊！庙里你甲处理就好啊。古早鹿港分区轮流普渡，附近邻家也会伫处理传拜拜，无参像即阵拢是以到大庙拜拜参加公普为主。伫顶下卡邻家门口，较看无私普的情形。顶道就是普渡公啊，下道就是好兄弟啊。我们一般就是像我们以前都是。现在比较多东西没有位置，就会一对好兄弟就会放外面啊，那个里面就放那个，普渡公。
鹿港轮流铺除了形式出现改变，有寡所在也伫百多年来起变化，让轮流铺出现浪芳，像翠绿土城，对清朝防卫土城，到日本时代改做五分啊火车头，到即阵阁定起车站建筑，周边地景人口大大无同。土城已经不存在了，但是不存在，即卖有诶，若讲无咧铺诶，啊，较早轮铺若无会存。统一拢伫个啊，将啊七月十五来铺道，所以即摆庙事文化嘛，豆豆啊已经佫开始恢复着较早伊即个干铺、主铺啊，来带动着地方啊，会当宣扬着即个孝道，对先民的即个敬仰。台湾铺道文化形成，来自汉人移民来开垦、造物、海南、玉边、斗争等等，伊挂伫一片土地个性。先民出于对孤魂野鬼、无形众生的关怀，请道士和尚以及物资采买的需要，渐渐出现七月分区轮铺的惯例。为七月初一到七月底的一个文化，啊，这件代志是咱华人世界内底吼，甚至干那台湾吼、有较有安尼这么长的时间吼，啊，这么特殊，而且咱是普遍共同安尼认同。台湾轮铺民俗当中，通常以庙师带头铺道，进来铺好占铺参加。自家己起的轮铺，是以神凤爷放鬼开始，地藏王收鬼结束。甲别位无共款的是，家己起铺道拜拜煞，会阁办道请人客。总铺师接着办道。除了负责款暗时的倒菜，普渡东港爱的三星菜碗也着爱替主人家准备。狮子头粉丝把就是把它拆成两样给他去拜啊，因为它有些好像虾子海鲜的东西是不能拜，那、所以有些东西是可以拜的，就是要拆成一盘一盘让你去拜。一天是古历七月二十，轮到上中庙甲东市场公菜粿顶头的摊商轮铺。顺顺配合摊商收摊时间，把三星菜碗包好，放入一卡堆日本时代留下的米篮内底，就当出发交菜。中午时啊吼，咱七月时啊吼拜拜，啊因迄个因的大料，大料啊吼啊来下咧阮这安尼桌顶安尼啊。像怎吼，迄个好兄弟啊，吼，安尼摆咧，安尼，啊，食较澎湃。传好普渡的贡品，甜泡烧酒，高会主点香拜拜，等三路香烧过，才会当叫总铺来收。就等暗时，甲厝里的人斗阵食饭桌。收回来的三星打料，因为普渡时啊有插香。要定心料理进前，爱搁斟酌检查。拜拜啊，都会擦香啊，所以有些吼都会有一些香菇啊，所以要注意一下。嗯、要用一些，如果香菇有时候可能要再冲一下，不然那个客人知道都会杀。虽然豆香愈来愈歹，但是办道该注意的细节也是袂轻彩。为着会富亏道，所以先快速筛盐好，一点钟内完成一道菜。尊公外口咧落雨。要是准时出发，送到高架。较早三道，啊，即马来变两道，原底两道，啊，结果即马变一道尔，就是加阮家属安尼食尔，啊，无亲戚因拢无爱来食。家己饲轮铺办道，当闹热的时，是规条街仔路封起来的班，一户正常拢会请三四道道。人面较快，生理人甚至会请到十几桌，但是这款盛况随着人口外流已经全无消息。三年前，阮逐年都拢排四地桌，啊有当时啊五地桌，吼、哦，啊就你都若有人较要哦，咱请咱就加办一桌啊，啊较灵安尼。你若家己人缘好，啊，你会使为月初食到月过。可是当把那个请人都已经叫人来吃，都已经没有人要来吃，你就也慢慢的也剩自己人。伴随雨声，伫公菜粿顶头，干那高价一家团圆的食饭桌，经历经济起飞到疫情冲击，
这款家己市特有的普渡吃饭渡的文化，恐惊会愈来愈歹看到。咱会看到普渡，伊可能会变作讲渐渐吼，较无人较无时间来看这物件吼。但是咱若是会当同款有这个心吼，就是讲你有认同讲，哎，咱农历七月这个时间点，咱会追求一个这个名扬两利吼。这个名扬两利的观念，还是讲你有认同讲，咱要救度一寡，甚至讲较弱势的人吼。啊，你若有这个观念，其实这个普渡就会使维持落去。徛高边，白高青，准备奖品，等等普渡细节，拢传达出先民对绿色关心，传承普渡的文化意涵，才有法度保掉轮廓一个台湾特色。